你想说什么？燕大哥，今后我该怎么办？离开光复社就活不了了。我是想，想什么？早就听说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今天亲眼见到了，真是名不虚传。你简直不是人。嗯，我不是人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您是神，抓不住打不死的神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抓不住打不死就是神啊？这都是我的真心话，就连我们杜老总那么厉害的人物，提起您都怕得不行。你想跟着我？嗯，可以，但是你必须要把光复社中的工作做完。啊，你还让我回光复社？是的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要替我去办。什么事情？时候到了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嗯。哦，你住在哪里？哦，我在浙江路榆林里把口处开了个小卖部。嗯，我想，事情很快就会有眉目了。据被俘的人员交代，他们都是四海鸿门会李康的部下。刚刚李康就在这里。可惜啊，让他跑了。别着急，看看这里的情形，你就不难发现，李康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。不错，这场消耗战彻底摧毁了四海鸿门会的有生力量，李康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嗯，还有什么？哦，俘虏们说，本来是四海鸿门会与光复社联手对付燕双鹰，可后来却发生了内讧，光复社的行动指挥杜马率人离开，只剩下李康和他的部下。哦，那燕双鹰呢？燕双鹰怎么样？这些家伙被燕双鹰打得晕头转向，死伤过半，却谁都没有见过他，真是可笑。说句实话，我现在还真有点佩服这位青帮大哥，竟然能将这帮凶狠的黑帮分子耍得团团乱转。不仅如此，他像一根粗壮的木棍，搅起一潭浑水，将隐藏在水下的鱼搅到了水面上。曾几何时，我们不知道四海鸿门会的存在，可时隔几天，竟然能够一举歼灭他们的主力军，这不能不说是燕双鹰的功劳啊。老张，看起来你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，利用燕双鹰与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矛盾，采取以敌制敌、以特打特的方针，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啊，老张，对不起，是我太主观，我再一次向你道歉。哎呀，好了，道歉一次就够了，都是为了工作嘛。啊，你头脑敏捷，雷厉风行，这一点非常好，我也要向你学习啊。你再说下去，我就要无地自容了。据俘虏交代，这里就是敌人的临时指挥部。哦，看看去。嗯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新鲜玩意儿，没见过。我们俘虏了几名敌人的报话员，据他们说，这种东西叫做震动监测器，是美国佬制造出来的新式武器。好家伙，李康把家底都搬出来了。真是难以想象，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竟然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对付一个燕双鹰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我想燕双鹰一定是掌握了他们的重要秘密，否则双方绝不会联合行动。嗯，你再去查一下。好，走进去看看。嗯，
罗成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红帮在帮人员及四海鸿门会特别行动队花名册。红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。这件衣服一定是李康的。嗯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刻按图索骥进行抓捕，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将四海鸿门会一网打尽。是。梅姨，嗯，老丁啊，怎么了？哎，出大事了！让社长看看今天的报纸。哦，哎，拿去吧。老爷。丁让您看看今天的报纸。危险已经近在咫尺，共产党的手指马上就要碰到你陈共鹏的脑门了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？老丁啊。哎呀，老总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落到共产党手里了。真悬呐，要不是我尽早抽身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哎，社长呢？哦，在上面。哦，
社长，我。事情我都知道了。惊动了共产党，李康完蛋了。若不是我率人提早撤退，恐怕昨天夜里都得被共产党包了饺子。那燕双鹰呢？燕双鹰怎么样？燕双鹰是个了不起的人，我们对付不了他。昨夜吴天木被杀，我们还损失了20几名弟兄，我们失去的够多了。哼，也就是说你再一次让我失望了。不，让你失望的人不是我。哦，那是谁？李康吗？哼，至少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。可你呢？还记得吗？我将光复社3位高手全部交给你来统领，我对你寄予了厚望，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替光复社除掉燕双鹰，夺回模板。可你呢？贪生怕死，临阵脱逃。哼，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脸说这样的话？我只知道我替光复社保存了实力，将宋曼云、姚千树和10几名狙击手安全带出了沿江路沙场，而没有像李康那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。可你令燕双鹰再次逃脱，这是出卖帮会的利益，出卖光复社的利益。好了，别再唱高调了。你怎么能够肯定我不撤离沙场就一定能够杀死燕双鹰？我，如果我们也像李康一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，那样你的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了？那样就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，出卖光复社的利益了。哦，刚刚你问到是谁让你失望的，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是你自己。你说什么？我早就对你说过，燕双鹰不是好惹的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进行交易。可你呢？为了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，一定要与燕双鹰开战。我更有甚者，你竟然不惜与我们最大的敌人四海鸿门会联合。你难道不明白，燕双鹰不过是个青帮流氓，而李康是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的冤家对头？如果说燕双鹰只想要我们的命，那么李康是既想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，他们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，与虎谋皮。我问你，如果不是他们袭击火车，企图抢夺假钞模板，模板怎么会落在燕双鹰的手中？我再问你，华门浴池事发之后，李康和高世宝为什么要到小都会歌舞厅去见燕双鹰？这当然是为了收买他来对付我们。而你呢，却宁可与这样的人合作，而不去与燕双鹰谈判，为了满足一己私欲，弃同袍的生命于不顾，这算什么？啊，算什么？这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，出卖光复社的利益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怎么，理屈词穷了？可笑你站在这里大言不惭，居然说我令你失望。实话告诉你，如果昨天夜里我们与李康一道被共军一网打尽，你陈公鹏就是光复社最大的罪人。什么？你说我是光复社的罪人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好好想一想吧。如果再固执己见，我就辞去作战总指挥的职务，从此再不参加光复社的任何计划。做这种无谓的争执了，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，下面该怎么收场，大家都想一想吧。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模板落入共产党手中。
现在局势非常紧张，我看还是先躲一躲为妙。杜马，你通知姚千树、宋曼云以及各个联络站，最近一段时间终止联络，等候我的通知。等等，都是为了光复社大计。今天的事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我的话说的也有些过分。不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会好好想想。罗章，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。起乎四海鸿门会十二个秘密联络处，两家歌舞厅，四个地下赌场，一个武器仓库，八个地下银元黑市，缴获银元4750块，逮捕黑帮分子273人，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。瞧把你高兴的。能不高兴吗？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，彻底歼灭了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，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。不要着急，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，他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，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，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，将李康挖出来。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，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，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。老张，你想怎么办？是时候了，小英，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。是。啊，通缉燕双鹰？对。锦帝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二十几个小时了，你一直都没合眼，在照顾我。我，如萍姐，你说什么呀？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了伤，我照顾你是应该的。从前我对你不好，你别记恨我。我从来没有记恨过你，以己度人。如果换成我，我也会这样做的。如萍姐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亲姐姐。
如萍，怎么样了？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叶双英有消息了吗？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说你哥为了黑势力与黑帮发生争斗，现在被警备部队通缉。通缉？现在他可成名人了，各家报纸头版头条，大街小巷，到处都挂着他的通缉像。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，真替他担心呢。谁说不是啊？这个家伙也不打个电话来。哎呀，他是怕连累我们。我哥这个人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点了，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，怕连累我们就不来电话，那咱们不是更着急吗？好了，说这些也没有用，还是耐心等待吧。我出去看看。先生，你是看病吗？是你。表哥在吗？他回来之后，要他立刻与我联系。嗯。喂，是我。是你？你还好吧？喂，你说话呀。我还好。于如萍怎么样？你放心吧，她很好，大家都很担心你。还有，刚刚表弟来了，说要与你联络。我知道。弟兄们都还好吧？我们都好，就是担心你啊。是他吗？喂，喂，双英，你还好吗？不要喊，我听得见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挂断了。哎，这边，他跑了，刚才还在这儿呢。追，走。Thank you.
姐，喝点水吧。你在想什么呀？我在想，燕双鹰被全城通缉，又遭遇这么大的雷雨，今天夜里也不知道他会住在哪儿。我哥真是个可怜人，从我认识他到现在，没吃过一顿好饭，没睡过一天好觉，现在又被追得到处躲藏，他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他是个战士，也许这就是他的宿命吧。社长，哦，你来了啊！您看过报纸了吗？嗯，共产党在全力抓捕燕双鹰。嗯，这个时候要严防他狗急跳墙，将模板交给共产党。是啊，因此我们要向他伸出手去。嗯，什么意思？我仔细考虑过你的话，目前的形势势成骑虎，再斗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，让共党坐收渔翁之利。嗯，四海鸿门会的下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可是如果现在提出与燕双鹰进行交易，会令他感到我们害怕他。我们确实是害怕。嗯，其实从华美浴池之后，弟兄们对燕双鹰早已是万分畏惧了。哼，你呢？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。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让燕双鹰知道我们怕他，势必会提高价码，也许他再一次开出的价钱更令我们无法接受。一旦燕双鹰做大，我们就会更被动，事情也就更加难办。因此现在不能与他直接谈交易，你想有没有可能请燕双鹰加入光复社？如果他能答应加入光复社，模板的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解决了。可靠吗？我仔细想过，燕双鹰没有政治主张，不过是个青帮子弟，他的智慧武功都超乎常人，而且与共产党有着不共戴天之仇，这样的人非常适合加入光复社。而且这次他除掉了高世宝，又引来共党打垮了李康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。社长，四海鸿门会始终是我们的心腹大患，这一点社长心里最清楚。但是，看在青红帮同根同源的份上，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除掉他们。其实，
燕双鹰是做了我们一直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。而今四海鸿门会被消灭，滨海是我们的。如果真的能够将燕双鹰收入麾下，不但能够解决模板的问题，更会使我们的实力大大的增加。嗯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燕双鹰的能力之强我们都是亲眼见过的。嗯，哎，昨天你说的对，起初没拿燕双鹰当回事，为了一时之气处理失职草率，这才致使局面日益恶化，最终演变到一发不可收拾。哎，如今双方已经结下了梁子，要怎样才能与他见面，说服他加入我们？社长，您的这番好意如果是在几天以前，我想他也许会答应，可是现在也不是一点机会也没有。燕双鹰被共党追捕，漂泊江湖，走投无路，如果在这个时候向他伸出援手，再委以重任，给予厚利，他是很有可能归附的。老弟呀，这件事情可又要着落在你的身上了。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。事到如今我全靠你了。寻找一位会做铝制模板的工匠，如有意，请于今日下午2点到南京路先施百货门前见面，面上酬劳之事。杜。张贴通缉令要抓你呢。我知道。你一定要小心啊。嗯。杜妈要见我。哦，什么时候？今天下午2点在南京路先施百货公司门口。哦，要我做什么？哦。耐心等待，也许他还没有看到报纸上的消息。嗯。啊，先生，擦车要不要？只要100块。不擦。哎，那50块好了。
擦吧擦吧擦吧。啊，谢谢先生。老总，我是二小队榆林里粮食站的。你是吴天木的手下？正是。大约半小时前，燕双鹰闯到联络站制住了我，要我将一张纸条送到先师百货门前交给杜老总。他怎么会知道榆林里联络站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也许他是在沿江路沙场时从我们二队哪个弟兄的口中问出来的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宋琦。纸条呢？老总，来，上车。好，去联络站。是。老总，燕双鹰不在这儿。长空里，乘风。
下看。